美方应当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敏感性，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，切实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。我们坚决反对美方操弄式台问题，在本地区挑动对抗的言行。 相信有关国家和人民有智慧，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和选择。